你知道咗啲你唔應該知道嘅嘢啊？我谂系啦。其实我应该早知嘅。点解你唔早啲讲俾我听啦？你根本就唔应该知。我唔应该知。如果我一早知嘅话，我就唔会知啲唔知啲。如果我一早知嘅话，我就唔会咁无知。而家我知道晒所有嘢，我宁愿我乜都唔知啊！唔好讲咁多。 你快啲出宮！我唔走。你唔可以唔走噶，你犯咗欺君之罪啊！要殺頭噶！你唔好再掛住揾個五味大師啦。我唔走唔係因為佢啊。今日因為乜嘢啫？因為我中意你。之前我知道你中意若碧，所以咪想撮合你哋咯。但係之後我發覺我開始妒忌，唔係我開始事無份。而家我想撮合嘅唔係你同佢。 系我同你都唔得啊！一个男仔系唔会中意另外一个男仔噶。但系你而家知道我系女仔嚟噶噃？咁但系徒弟都唔可以中意师傅啫。哦，好啦，徒弟分都睇烂师傅啦噃。我好心噶。你冇心，咁你有冇感觉啊？感觉系有少少嘅，迷茫啦。 我真系未有心理准备喎！你未有，我都未可能帮。你冇逼我得噶？好，我逼你啊！我逼你啦！你睇下所有嘢，冇人会再要我，我再要我啦！唔系，即系其实咁，又唔系完全冇感觉嘅。之前我发过个梦，我系新郎，你系新娘，但系有阵时你系新郎，跟住我系新娘，啊，点知而家系咁嘅样？ 我都唔知点解会咁啦！哦，你发梦见到我，即系你又挂住我啦。我有冇挂住你咧？到底我有冇挂住你咧？其实我系挂住你定系惊你咧？其实我中意你定系唔中意你咧？我真系唔知啊！梗系你系男人定女人，我唔明啊！我唔明啊！得闲饮茶，喂饮茶，我慢慢讲，我讲俾你听啊！喂，真系唔知，真系饮茶，喂饮茶。天宝佢仲未起身啊？系啊，嗌佢都唔起身哦。 你去帮手先啦，我嗌醒佢。哦，高天宝，你而家咁算点啊？高天宝，你咪男人嚟噶？我同你讲，我中意你啫，我都冇逼过你中意我，同你坦白啫。我知道你心里边仲有若碧。 做咩要处处逼人咧？我都话可能系有你饮茶咯。你早讲啊！明明生咗个女，等我以为佢系仔。喂喂喂！你咁假先做咩啊？你攞个死咩？女扮男装，欺君之罪，斩头噶！你唔瞒我啊！我仲可以帮你谂到啲办法啊！你估我想瞒你嘅咩？多一个人知啊，多份危险啊嘛！我唔想连累你啊嘛！哦，系啦，你点知啊？小鱼系女仔啊？你知佢做过啲乜嘢？我做过啲乜嘢？我咩都冇做过。 总之我知啊，你啊，好快啲认翻个女，跟住出宫啦。如果唔系，好大件事噶。哎呀，你叫我点认啫？唉，呢个时候唔通我话俾佢知，当年咧我抛妻弃女系为咗第二个女人而走入嚟嘅咩？佢知道佢有原谅我啊。咁你天宝，天宝，啊，冇几多排咧，你瘦咗好多啊。系啊系啊，你都高咗成个头啊。哎，点啊，小头？小姐偷偷地出咗皇宫去探望老夫人。 违反咗皇上禁足令，而家俾人罚跪罚咗大半日啦！我而家先讲，我陪你跪。你走啦，我系一个不祥人会连累埋你噶。我怕咩连累啊？皇上又为好咁样对你，而家搞到你咁，系我自己唔好。 娘亲知道我病发，因为太过担心，所以病咗。我想偷偷地咁样翻去探娘亲，结果俾郭公公发现。哇！你读阿雪姑娘，我点都唔信你。高天宝，你好大胆啊！
皇上罚年妃禁足，而且禁止任何人探视，你居然擅闯御花阁，你系咪视皇令如无物啊？人嚟，拉佢走！你够胆？喂，我唔走，我唔走，你放心，守个风水。若妃，你放心，我哋会翻去同皇上讲嘅。天宝，娘娘，皇上吩咐落太阳几时落山，娘娘你又罚跪到几时？奴才会一直在旁侍候娘娘，唔会再俾人打扰到娘娘噶。高大人请留步啊！皇上，奴才有要事求见。小安子，俾天宝入嚟啦。咋？谢皇上。皇上，黎同若碧求情咧。唉，系啊，皇上，其实若碧佢咧唔会无啦啦咁毒害阿雪姑娘噶嘛，佢偷偷出宫都系因为要探病重嘅娘亲啫，都情有可原啦。朕明白。系啦，皇上明白就最好啦。况且咧，佢身子又唔系咁好啦，对眼咧曾经又出过事，佢以前咧仲要。朕都相信若碧唔会同落毒事件有关。皇上实在太明白事理啦，咁点解仲要罚佢咧？朕罚若碧系要俾一个警告连更。连更瑶。他嚣张横行，肆无忌惮，已经越来越过分。上次他在朕面前打你，就即是打朕，完全没有将朕放在眼里。至于毒害无算，他的嫌疑最大。朕罚若璧是要给个警告，他要懂得收敛，不要再得寸进尺。但是皇上，祸不及家人，他真是无辜的嘛。那你想怎样？家天后慶，陽光又猛，真係唔易頂噶。我都頂過啦，雲咁滯，哇，仲曬到兩字色添啊！真係。好啦，當朕怕咗你，睇在你份上，朕會吩咐小安子傳朕口語，若必不必再跪啦。皇上英明，奴才唔走皇上讀書啦。幸好我事前收到密報。立刻吩咐豆腐铺嘅人撤退，否则恐怕无算，已经身份败露。但睇嚟，佢哋可能已经开始怀疑己无算。咁我哋应该如何打算？当务之急系要借雍正之手除去连更瑶，以免夜长梦多。但老四并非愚蠢，要佢亲自除去连更瑶，谈何容易呢？就系因为佢唔蠢，我只有机会借刀杀人。入嚟。德尔尼亚参见王爷，参见十八哥。佢咪连根瑶身边嘅亲信副将，养兵千人，用在一时。德尔尼亚，而家就系你报答本王嘅时候。德尔尼亚必定唔会令王爷失望。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节目片段，就快啲揿埋下面呢个钟仔 subscribe 啦！